欢迎欢迎，又回来了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有洁癖、顾人疾跟领养三只狗的刘以豪。大家好，我是很想养狗，但是从来没有养过狗的是双娇沈月。都在说自个儿剧中角色，对不对？偶像剧又开始了，哎呦喂！对，月月为什么很想养，但是没有养？没有机会养吗？一直就是在外地出差。啊，以豪呢？我们家领养过三只狗，一只是博美狗，大概是从小学三年级领养到大学三年级，然后后来两只是土狗，对，但现在只剩下一只。哦，领养，我觉得这个很棒的。对。平常的工作当中或者生活当中有没有就是接触过工作犬？在机场好像有遇过那种缉毒犬、缉私犬。对，然后在路上有看过导盲犬，蛮多好像是拉布拉多在负责这样的工作。对对对对对。月月有没有在工作当中？没有，但是在剧组拍戏的时候会。演员犬。月月，这三个你最喜欢哪个？比哥，比哥。卷发这个。中间这只感觉也蛮可爱的，对，它那个牙有两个这个。Sorry， 来来来，少男，少男，少男，您是？没事的，它没有攻击性。我想到我跟我家那博美狗也这样玩过，对啊，但我们是拉袜子。Goodbye， 拉就行了。Goodbye，yeah， goodbye 啊，可以摸它吗 ？Goodbye， 你好棒。下雨啊，倒是可以一个人躲一个箱子，也可以两个人啊，可以两个人分开躲。哦，分开躲啊。好，来 ，Good boy， Let's go， 开始。首先要调整他的兴奋性，让他知道接下来要工作了。叫叫叫，好个，收收。是沈月先叫的啊？什么是沈月先叫的？收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收。收。真可以、啊，刚才想说停止呼吸，看他会不会找不到我。怎么可能？身上的气味啊！这只狗狗的话，这样帮我先牵一下，好不好？月月可以牵。月月，你牵着它。你把这个可以交给雨欣。好嘞。没关系，它就在这边好了。好嘞，你看着点。哇，小心。哎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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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沈月的体重我估计跟那只小狗差不多，一牵就牵走了，拉了直接去机场办，直接拉不过，你知道吗？吸走的感觉，直接拉走了。其实我刚刚安排的目的呢，其实实质上是让我们这个月月先在旁边先帮我牵好啊。这只狗狗当然它比较活跃啊，那还是我来吧，来。啊，小狗都来了。这是我们的狗。哇，你好大只、啊！我配拿这么大只的狗吗？太可爱了！哎，兄弟们，转圈圈。你训练月月训练得很好啊！哇，想训练哪一种？治疗犬。好。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治疗犬训导师的这个测评现场。那你们每个人都带了自己的一个狗狗。
好，我接下来要给到你们一个小小的考验了。你们要吸引他注意力的同时，我要变成一个干扰源。你要想办法把他吸引到你们身上去。什么？什么？乖乖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注意力集中，集中，集中，握手。哎，不错，不错。好棒哦，小马。很好。下面我们要进行第二个内容的训练，也就是我们这些狗狗等待的能力。一博可以来配合我做一个示范吗？你可以站到他面前。注意，坐。很好。Good boy。左腿先不动，右腿往后。快速回来，给他一个奖励。Yes, good boy. Cool. 来，我们这边也可以试一试。先退一步。先退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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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已经这么聪明了，还要怎么办？还有一个练习就是狗狗拒食的练习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有的小朋友或者是老人会给他一些食物，给食物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需要让我们的狗狗要听我们的。你说他不要吃别人给的食物吗？是的。是办不到吧，我们家狗从来不理我这件事情。你来先试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下。小马不要吃哦，不要吃，不要，不要吃，看我，不要吃哦，好不好？说好了不要吃。我说不要吃，不能吃，不能吃，不要吃啊。好吃。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起来。他说不要再训练我了。小马，意思一下，意思一下。不可以，哎。老师，他好像。他现在像个人一样。然后我们把手合起来的时候，不要拿走。哦，不要拿走。对，不要拿走。当他放弃的时候。笑。对，你慢慢的把手摊开。不行，我都是口水了，我的天哪，等一下说嘛。好的，这个测试环节先到这里，我们反正有了这次经验之后，以后就会更好的。非常感谢你们啊，来体验我们的这个治疗犬的培训师的工作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我们这个太聪明了，太聪明。练习的时候他就一种我都会，你到底要我练什么？他很有自己的自我意识。我都会，你们训我干嘛？对不对？要不要我告诉你们我会什么？